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剪个记，我是剪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变色龙壁纸，比如像这样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里的壁纸会根据它的背景颜色而改变。这种壁纸设置的方式也很简单。首先，我们在微信这里搜索剪个记，点击进入之后，我们在这里回复数字337即可获取。获取之后，我们直接下载安装。安装完成之后，我们打开它的权限。打开应用后，我们选择刚才的这款应用，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应用设置为壁纸，也可以点击这里的设置，然后再对它的一些参数进行调整。这里的第一个是壁纸的样式，第二个是摄像头的设置，这最后一个是取消摄像头，这样它就是系统的颜色了。至于其余的一些参数我就不细说了，大家也可以自己研究一下。设置完成之后，我们返回点击应用即可。由于这款壁纸调用的手机摄像头相对来说还是有点耗电的，大家也可以偶尔拿出来用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